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给你颁个奖。啊？什么奖啊？终身成就奖。哦，的确是实至名归。那种货色都能拿奖啊？齐天大圣能给什么奖？ 给什么奖都好啊！好，你都给投啊，有这么好吗？为师一个打一百几十个是很平常的事，但是我低调，我不说。我的如来神掌多厉害，因为我低调，我也不说。<笑> 好硬啊！我整条手臂都被你震断了。你们还要不要脸呢？唉，请你看完再说，也请你不要捅我。不叫捅，你吹牛吹大点啊！特技镜头呢？成套戏都冇特技镜头喎，你冇话要有喎。唔使话啦，点会冇咁沙扑啫？ 咁我係咁沙坡一個都冇，我唔會相信你有咁沙坡。冇得相唔相信嘅喎，你睇嘛，睇多次啦，係嘛？你睇多次咪知道冇咯。我唔知。咁你劇本寫嚟冇特技鏡頭噶嘛？你冇特技鏡頭，我點會拍特技鏡頭咧？你哎呀，你快啲睇啦！飛中天女，一飛中天女，喂，黐咗線啊！快啲揾人嚟啦！